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，我是谭志毅。你干嘛要抢？等不及要出场了。重来，重来。就是我们有上嘴唇，也有下嘴唇，然后呢，只剩一张嘴的李湛淳。平哥啊，关心我的嘴，但是呢，我们文哥关心的不是我的嘴。对，特别是这一顶帽子，听过一句成语吗？叫做惊为天人，用在你身上吗？不是，这样一戴帽子呢，就变成貌不惊人了。我文哥一直很关心我，用情很深。对，然后呢，用计很深，圣之道。我要跟文哥都已经开始研究数字兵法了，需要用到这样的招数。其实，在现代，不管是商场或者说球场，你这个、要跟老公要零用钱嘛，你可以运用一些反借计。老公不想要用钱，我一点都不想买。对对对对，尊称尊称，像文哥呢，以后就可以叫他吴子。我还好没有叫文子，好像也没什么比较高明。那你就是谭子、啊，我也在台中。你不要掉出去，你要坐进来。真的，谢谢陈哥，谢谢，拜拜，再见。